转折点还是在第三局吧。其实三四局的时候，我们在中局都有领先过。我觉得，首先第一个被转折的还是我们第三局7-6领先，自己接发球的时候吃了一个发球。那时候我觉得人还是太着急。在这么好开局的时候，太想把这局拿下，心理上出现了一些波动。其实转到第四局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慢慢调整过来了。也一度第四局以6-3的有这个领先，还是没有把握住机会，让对手后面的搏杀很多高质量的球都已经打出来了。包括第七局的时候，日本队的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打得比我们更加坚决。其实，在第三、第四局，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机会能够扩大这个胜局的。但是我们在中局段领先的时候没有把握好，到后面我觉得日本队他们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发挥，尤其是第七局，我觉得我们后面还是在处理球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实力上没有完全的做到最好。在第七局的这个开局，我觉得日本队打得还是非常果断，从线路上到他们的出手，都非常坚决。可能他们的高质量的回球以后，让我们很多球都是低质量的回到对手的一些舒服的点位吧。然后再加上日本队的第七局搏杀的命中率非常高，后面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在领先的时候也是放得更开，而我们很多球都是想一分一分的去咬回来，在技战术的这个发挥上还是显得少了一些吧。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结果吧，我觉得，自己还是很难以接受，觉得还是，对不起我们这个团队吧，就是为我们这个训练也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吧，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过程，包括结果，我觉得没有做到我们最好，所以我觉得，并不是很满意，也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。全国球迷都在关注这一场。对于我们两个人说，首先是没给自己一个好的结局，包括全国人民也都期待着这场决赛。我觉得。在之前的一些备战里，我们也吃了很多苦，但是最终竞技体育看的是结果。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大家都会记住谁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那一刻吧。我觉得这个结局其实中国队，整个中国队都接受不了吧。